好的，牛就是杂糅五颜所成就的。现在我们的果多，工厂特别多，杂盐无害特别多。特别现在我们住这个。这个城市山西，煤炭，这空中的气，这什么呢？他如果是假使不发完煤炭，我们这些工人这些个生命人民，就他就失业了，这是业力所起的，没办法清净，只能如是说，有的差走。节省的火灾、节烧，去结火。结火不是世间普通的失个火就完了，节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这空间起了变化，起了什么变化呢？全是火种，有限的是该败坏的，那个地球是在败坏当中。有的是在成就当中，由于众生的他的业的力量，出生的很多的刹土都不同，有的是腐败的，是恶劣的，有的是坚固的，这些都是众生的业力所升起的，他们一直是风轮，风轮上的是水轮。这个道理从科学给我们证明，什么那个上太空梭呀，在太空啊，他回来再看这个咱们这个洲，咱们这国度，说在空中啊，空中能吃着它是风轮，而且现在是蓝色，蓝色是水轮，风上的是水，跟咱们这个世界成就啊。佛所说的完全一样的，风轮所持的，风轮完了，风轮又是水轮而住的，世界法如是，一切法的这他说的成长的自然的规律，种种见不同，就是看问题的看法不一样的，不一样就斗争了，斗争了。而是无有生，以复无灭化呀。再以佛教、佛的眼光看，这都是缘起诸法，它的性空，法的性没有生，无有生就没有灭啊。那中间也没有坏的过程。一心念中都是众生的心所念念产生的畜生的无量刹，这就是咱们最初讲那个心生，这种种法生。如果以佛眼观，以佛的威神力，悉见净无垢。我们是从啊学习佛所教授的。只学这个方法，而产生的见眼、见境、见垢、见慧，这是我们的心呢，不是刹土。但是就佛的自身说，他的自性的法身，他住的是法性土，他是以真如自性为身。那就是法身，那法性的度呢，就是理，实，那就是法常寂光，这是理。法身佛住的是常寂光，法性土。受用身，佛的自受用，不是他受用啊。
佛的自受山，自受那个山，就是说法喜之乐，法喜之乐，那些自己所利益众生的报所感的，叫自胜用陀。报身佛所住的，叫什么呢？十报庄严度。是吧？这。那么，身与土没什么差别。身即是土，土即是山，就是法性土住的法性身。十报庄严度的自受用陀，就是自受用山。他所做的事业与他所成就的果德全是清净的，全是清净的，敬畏来记。这是什么呢？纯净的无眨眼的果德。他受用土，他受用，他所积极受戒是依着他受用身而建立的，是建立的。他受用身呢，就是诸佛所成就这个果道，凡是与他相应的，这是一些大菩萨那些说，佛的应身所住的，应身所住的，他受用道，这果道呢，叫十报庄严道，是以佛的慈悲力。跟那个十地菩萨所居的土那就不同了，这叫他受用身享受他受用土。佛所现身给这些人做他依持，做他修持。十地呢，就从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前会地、南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会地、法云地，这些大菩萨所住的处所，这叫他受用度。怎么叫他受用？对佛来说，这是他们弟子所受用的。第四种就变化身，说变化度。这个是指释迦牟尼佛说的，释迦牟尼他是莲英身变化的，以佛的大慈悲力随住有缘的众生，他所应当所能见到的，所应能得的受用，叫佛所化现的土，化现的果道，也有大的也有小的，净慧不平等，是变化所成的。那这些个众生呢，就是一直变化多，变化多。土地不同，含的意义也不同。对。这一下这里头啊，有很多的故事，形容这个土的。像这个故事，咱们现在不讲了。回刹有刹泥土城。其体甚坚固，泥土很硬的，但是黑暗无光照，讷叶着所居，做讷叶的众生所住的处所，感召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呢？是黑暗的，但是土地还是很坚固的。有的刹土是金刚宝所成的，就是金刚所成的，但是呢，有镜有眼，但是具足有忧恼有恐怖，但是啊，苦多乐少，苦多是因为没有福报，乐少，他还多少有点福报吧。不是完全没福报，而福少，因为苦处多，乐处很少，就是现在我所住的忧悲苦恼，感觉是所住的地住，所住的处所
不安全，没有保障，常是有困扰，是没有福德或者薄福德，他所的处所。有一处所，说铁所成的，瓷铜所做的，那是地狱了，地狱了，地狱全是铁所成的，哪来那么多铁啊？业障所感的，业障所感的。你在人间嘛，石头山，山都是石头的。石山险可畏呀、啊，说那石山呐、啊，你走起来非常险，不好走。为什么呢？罪恶者充满，造罪的人太多了。刹中有地狱，众生苦无救，那果都有地狱之苦。那个苦啊，没法得救。常是在黑难当中，焰海所燃烧。恢复有畜生，种种丑陋邪。畜生就多了，畜生包括很多类了，比人类多得多，比人类多千万倍，特别海里的，大海中所住的那些畜生，鱼鳖虾介是真普通的了，住那海的深层，那些个咱们见不到的，打捞也打捞不到的，那是丑陋型。为什么呢？由他自己恶业所感召的，长生住苦恼，回见阎罗界，饥渴所煎的，登上大火山，受住极重苦。这个大家都知道，咱不解释了。回有住刹头，七宝所成，所合成，种种众功殿，是由净业得。如因观世间，其中人与天，净业果成就，随时受快乐。以毛口中一劫不思议，种种相状言，未腾由排难，众生各个业，世界无量种，以中取作生，受苦乐不同。有刹众宝成，常放无量光，金刚妙莲华，庄严净无垢。有刹光明体，一指光轮柱，金彩旃檀香，焰云普照明。有刹月轮城，相依西周部，羽翼莲花内，菩萨皆充满。有刹月轮城，相依西周片西周部，羽翼莲花内，菩萨皆充满。有刹众宝城，色相无住垢，譬如天地王，光明恒照耀。有刹香为体，回有火是金刚华，摩尼光影形，观察甚清净。回有南斯刹华旋所成就，化佛皆充满，菩萨普光明。有刹净光照，金光华所成，回是佛化焉，无边刹列成王。有刹入菩萨摩尼宝，摩尼妙宝观，回有入若行，重化光明处。回是旃檀末，回是眉间光，回佛回佛光中焉，而成思妙刹。回见清净刹，以一光庄严；回见多庄严，种种皆奇妙。回用十国度，妙物作严饰；回以千度庄，一切为庄脚；回以一刹物，庄严于一度。种种相不同，皆入影像现。不可说土物，庄严于一刹，个个放光明，如来愿力起。回有住国度，愿力所净字，
一切庄严众普见诸刹海，诸修普贤愿，所得清净土，三十刹庄严一切于中现。佛子如因观呐、啊，刹中为神力。未来诸国度，如来入梦悉令见。十方诸国度，过去国度海；十方诸世界，过去国度海。会一刹中现象犹如画，三世一切佛及一切国度，于刹中中一切悉观见，一切佛身力尘中现诸土，种种悉明见入影无真实。会有众多刹齐行入大海，回入须弥山，世界不思议。有刹善男咒齐行入帝王，回入树林行诸佛满其中，回入宝轮行回有莲花状，八欲界众时被众时种种悉清净，回有入座行回复有三欲，三欲三个形的，不是四方形的。回入切勒，回入切勒迦成果梵王身，回入天地级，回入半月，回入摩尼山，回入日轮行，回有世界行，譬如香海旋，回有光明轮，佛悉所缘境，回有轮王行，回有檀善行，回入佛豪像，右极广长眼。回有入佛手，回入金刚杵，回入燕山行，菩萨悉周遍，回入狮子行，回入海蚌行，无量诸色相，体性各差别，一切种种刹行无有见，皆有佛愿力，怀念得难住，护念得难住。有刹住一劫，有住与十劫，乃至过百千国度为神兽，回于一劫中有刹有见别见刹有成坏，回有无量数乃至不思议，回有刹有佛，回有刹无佛，回有唯一佛，回有无量佛。国度要无佛，他方世界中有佛变化来，为现诸佛事。末天与降神促太极出生，降魔成正觉，转无上法轮，随众生心落，四现种种相。回转妙法轮，悉应其根欲，依佛刹宗，依佛行事，出行事。经于一千岁演说无上法，众生非法器，不能见诸佛。要有心乐者，一切处皆见，一切刹土中亦数不思议。此中一佛现无量生变，悉遍于法界，调伏众生海。有刹无光明，黑暗多恐惧，苦楚入刀剑，剑者自酸毒。回有诸天光，回有宫殿光，回日月光明，刹王难思议。有刹自光明，回树放净光，未曾有苦恼，众生福利故。回有三光明，回有摩尼光，回有灯光照，悉众生业力。回有佛光明，菩萨满其中，回见莲花光，艳色甚严好。有刹华光照，有雨香水照，涂香烧香照，皆有净愿力。有以云光照，摩尼盼光照，佛神力光照，佛玄说声乐一声，回有摩尼光，回有严寂光，
回道场光明照耀众会众，佛晃大光明化佛满其宗，其光普照处法界悉周遍，有刹甚可畏，嚎叫大苦声，其上极酸楚，闻者深厌怖，地狱畜生道，即以阎罗处，是浊讷世界，横出忧苦声。回忧国度中，常出可药饮，乐意顺其降，似有敬业德。回忧国度中，横闻第四音，回闻梵天音，一如四主音。回忧诸刹土，云中出妙声，宝海摩尼树，即药音遍满。诸佛圆光内，化生无有尽，即菩萨妙音，周围十方唱。不可思议国，普尊法轮一生，愿海所诸生修行妙音声，三死一切佛，出生诸世界，名号皆具足，音声无有尽。回忧刹中闻一切佛力音，地度极无量，如是法皆演，普贤寺院立，一刹言妙音，其音要雷震，注解已无尽。佛于净清净国，四现自在音，十方法界中，一切无不闻。所念这个佛刹，字表两个字，一个善，一个讷，讷业所感的世界，就是人念这些讷世界；善业所感的，善业有大小，善到究竟成佛，乃至善到十地菩萨。正报所感受的一报，一报呢，又反映着正报所成就的，正报所成就的。如果你的福德智慧没有，多好的环境，你感觉是苦恼。那环境不说了，所以咱们再来讲讲呢，佛最初成正觉的时候，这座内的菩萨，是佛在修因所行的果德，那是佛的至正的境界。佛放没见光，没见光，是佛行道的时候修行所证得的，使那个唯信者成清净信的因。最后所单讲的华藏世界，是说佛那个眉间众所现的那些大菩萨，这是佛报德的果，大概是以佛报业之果成就的。前头三十问都是文殊师利菩萨答的啊，都是普贤菩萨答的啊，都是普贤菩萨说的，是吧？如是行，如是果，你行的行愿如何，所感的果报啊，一报也就如何。我们前天讲的北俱泸州固然是好清净啊，一千岁无病无恼，生下来活到一千岁，完了再去受别的果报，说他一切的因果暂时停到这一千岁，那以后呢，别的因果又成熟了，又成熟了，还是随缘受报，不是究竟的。
说医报说政报都是建国之因，建到现在的国就知道他因地做些什么，不要再问了就知道了。嗯，你行入是愿，行入是行，就自然感到果报。同是一个世界，同是一个国度，咱们再说近一点，同是五台三状，各个所见的不同。这个我们大家都会明白的。当代佛门起诉孟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享受103岁。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荣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功德皆回向，系念弥陀，名扬两利度有情。新逢阿弥陀佛圣诞，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年度共生总回向特举办30系念法会，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法师群主法，日期12月20日星期一，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0398986866，0398988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新逢阿弥陀佛圣诞，地藏菩萨功德日，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恭诵阿弥陀经，日期12月25日星期六上午8点开始。恭请湛山法师主法，下午2点于茄堰口法会，恭请慧泰法师主法，地点屏东妙云寺，屏东县万丹乡新安村大兴路175号，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0722123230722123，法会备有消灾超荐，欢迎提早填写，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心间。